六个 UP 主每人策划一起旅行，随机抽取一个人当导游，其他五个人将无条件的跟随导游带领出去玩。第三届的导游是我死亡终极帅哥小精灵，我计划了一个没有计划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场非常追索的济州岛二日游。欢迎收看究极无敌青春无极限，元气满满，活力爆棚，我在发烧，颜值巅峰，全新系列青春旅行的第三期。哇，好帅，你好帅。哥哥，我想回家。哟，现在是7月29号3:12，我的计划是没有计划，不能太兴奋，我怕扰民，我要带他们去济州岛复刻一下我高中时候的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跟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小，当天买票，第二天就直接出发了，但是我们去了之后我就回来了，现在给他们直接买票，他们应该还在睡觉，支付成功，搞定，明天12点千万不要迟到浦东机场，就应该说走就走，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新鲜的时候每分每秒都会很期待会发生什么。好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11:04了啊，我已经出门了，看看今天谁是最后一个，好吧，我猜是迟到夫妇，到，看看有谁来了。你好，爽不爽？太爽了！什么时候知道的？本来不想知道的，但是今天早上航宇纵横提醒我，你的飞机是往济州岛马上要起飞了，不要赖床了。我还特地把你的手机号码填成我自己的了，居然航宇纵横暴露了，那所有人应该都知道了。嗯，这样显得我很蠢。哎，看到了，你们为什么是一起到的？没有，我是刚好在他们后面。怎么说？什么时候知道的？航宇纵横给我发消息。你每一个都是被航宇纵横出卖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过海关要不要看回程机票？好像不用。有没有懂的？什么都还没买，酒店也没订。酒店你。就是压根票都不会买，今天我到现场的柜台来买票。对啊，我昨天晚上看只有9张票，我想不买不行了，万一到这里没有票很尴尬。但是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有个人没到，他也不说话，你不给他打电话。完了，他电话也不接。不好意思，我不想回应，看了那个话就想被广告了，那个小哥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没事的。他哭了，没事了，算了。哇，他们问如其竟然阿姐，你想我昨晚拍视频拍了4点钟，然后我起床看了这个消息，我一个接一个疯狂的收拾，没去准备急急了。你跟他一样，他也早上疯狂紧张。你看他这个墨镜怎么说啊？你这墨镜更丑啊！五星评论家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不是，他带了我也要带，他也带了我。OK， 济州岛有山吗？我查了，济州岛有太麻山，我们要不要去爬山？去了。哎，给你们看一些国语带的东西。又带了。别介，好巧的，好巧，没有人吹。你的穿搭我认可，你的单品每次都很好看。这个粉丝老师送的。你呢？你今天有什么不同的包？哦，这是一个新的通宝啊，很多的。你的牌子啊？我也穿的是这个。哇塞！挺牛。每个人都有箱子啊，怎么就你没箱子啊？能买东西干嘛要带呢？我就去一天，没衣服就得买衣服。我和明阳的红海手表，我过生日他送我的。看我这个水晶是不是跟我的表带一样的呀？我搭配了，我也要搞几个。那我还有个问题啊，要不要搞点现金啊？我感觉这个镜头偏高了。没有没有搞，这刚你们像麝香菇一样。我说我的这个证件照好胖，他说你现在还要再胖吗？我看这有没有情商的？他说的，那也不能叫孩子。对，你这孩子什么意思呢？啊，生气了，他生气了，他叫人了，摇人了，你小心点。韩国落地签的话，要把酒店和回来的机票订好，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订。那我们在饭店的时候，那找饭店又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是个 team， 陈多数。对，不是傅陈多数，傅陈多数，你的普通话太标准了，太厉害了。他们一直在那买什么流量，根本不用在意这东西，就无所谓的，就随心所欲一点。那你没网怎么办？不用网的呀，而且我有哨子呀。他们现在就是吃饭，我要 classic barbecue beef burger。讲人话，还在人设。你要什么？我要沙拉，意大利肉酱面，我要奶油蘑菇汤。你呢？你要什么？辣辣翅，他说过。辣经典的炸鸡翅。后期的时候把锅里这个面，我也要肉酱面。对，我们现在得买机票了，哪个最便宜？你说吧。晚上10点。那就晚上10点。那太棒了，我们又可以多玩一点。多玩一点，没有多。早上姐在给我们所有的护照去上学，她是男吗？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我也吃了早饭，那我还。其实我收集所有的信息。秋实秋实，实事求是啊。然后后厨帮你们吃。那我们现在就要订酒店了。主要是玩去哪？而且我们是哪玩都不知道，找个地陪了。他们找一个吧。你看多轻松，你看旅行的找房的找。自行车的，懂不懂？他什么都不用管，大家就把各自的活给分配了。发烧了，痛啊！真的，晕晕晕的。这个是什么药啊？当然好多药，各种。关键是每一次旅行我都要生病。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去哪里啊？三四，脑子已经烧坏了。然后留下的病根啊。
解释人，绝对是爬山的时候的命根。我咳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阳了。我没有阳，是你把我们的免疫力搞崩溃了。这样吧，你们以后看谁不爽，我带他去爬一次。这个视频如果有人不三连，你就带去秃头牛背山。水牛背，水牛背。你是不是要喝咖啡了？是的。你喝吗？憨哲，憨哲一副弱智相，你看吗？我要你们拍一个那个随便暂停，它都是一个比较有氛围感的，就比如说真的吗？你到时候自己截图看一看你什么样子好不好？好，预备开始。大家可以随机暂停，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好有氛围感的帅哥。好像确实有这种他被说服了，浓浓的美。好了，我们现在坐到一排了，朋友们。老板前带了个拍立得，电池没电了，导致我们在登机之前被催了。因为一直努力在拍这张照。秋实好学。怎么说？打拉马桶。这个名字听得头都痛了。第一篇的这个名字就有20个字。哎，我拿出我的眼镜，我要开始看书了。哇。看一下每个人在干嘛。这个小手翘的啥呀？秋实看了几页啊？看了15页，然后就睡着了。现在这个书的最大用处就是当个小桌板。是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填写入境信息。五轮落地去哪儿？现在第一件事打车去酒店，打吧，换钱吧。好的好的，听导游的，走，这边可以换。谁有卡？我也没卡。你们都没带吗？没有。你有卡吗？我有，我有。哦。他兼职好多，会计加医生。我是大家的心理辅导员。你是财阀？财阀？那你去取钱啊？你在这里？这是我的会计，找他取。他输呢。我们发现了一家便利店，绵阳给大家买了饮料。哇塞，我实在不知道吃什么，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让我想吃的，买了一个这个，感觉像来到了泉州啊。好啊，咖啡好，是真坏了，真坏了，它应该是那个碗出问题了。没事，到汗才是旅行的，人生就是要遗憾。OK OK， 出发。好，用微信支付。拜拜，拜拜，待会儿见。哇，这个天空，漫画一样。非常好的天气，这里简直跟泉州一模一样，怎么还石雕啊？我们又哭败了。OK， 终于到酒店了，这个跟我发型一模一样。窃贼，我跟你住一个晚上，不会我明天也发烧了吧？哎，好难受，我晕，好凉，好冷，你真帅。哎，看看这房间怎么样？这个开关上面全是中文和英文。哇哇，好浪漫呀、啊！我这景色好看，好看的。还不错，虽然说是夏天啊，但是呢，你像这种不小心感冒的，还是得准备一个外套啊。怎么办啊？你不会这两天就在酒店里结束了吧？全世界最冷的人出现了，他的手是冰块。Let it go, let it go, I want with the wind and sky。我们现在走去吃饭，今天晚上吃什么？谁早点？黑猪肉在。上看了4:07是旅游啊，在这个天气上面确实是最舒服的一次，打5颗星啊，胜次是4颗星，第二次的那个水牛背是20颗星，就是要把我这个拉踩一下。一下车的时候本来还很闷，然后现在晚上的时候好凉快。这样，花钱你那期可以的，拿命换的，好吧？生命在于燃烧，你先往前冲刺100米，燃烧一下。我不想冲刺，怕我冲刺被韩国的星探看到。然后呢？把我签下，那这期视频就无敌了，我会拒绝他的，因为我放不下 B 站的网友。我们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自己带了什么，然后王汉哲说，我带了帅气的自己。是这里吗？是的，正好去帮他买点药。取个号，取个号。20米也没了 ，OK OK。哇，氛围感，帅哥，韩式氛围感。那就是互相走来走去，来抓拍好吧。因为那个饭店要排队半个小时啊，我们先来便利店买点东西垫一垫。我要吃冰淇淋，就去吃这个泡面。尝一下，尝一
家王二德选的饮料，应该是一坨非常好吃的饮料。这个肯定很健康，玻璃瓶的包装就证明这个东西它的保质期就不是很长，它就越健康。好喝的一瓶，我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番茄汁，是不是你这是你的体验？怎么样，我的体验好喝吗？肯定假的，我不信。真的，买一瓶。看你要干出什么一个恶心的事儿啊！太恶心了。你必须吃，我不吃。小贝哥来啦！太恶心了，进来喽！哎，这个座位是真的小，感觉盘子都不够放。看一下点多少，这个是按斤来点的，点一头猪直接。其实就可以把它的猪肉全部点一遍，确实主食就这些了，感觉跟上海吃牛肉一样的价格啊，还挺贵的，希望它好吃吧。可能雨它现在有点冷。我们菜来喽，哇，这个肉贵。干杯，干杯，耶！第一顿，第一块，值得吗？哎，一百好。怎么样？可以的，油脂很丰富，但是不很腻，一口咬下去爆油的，很爽。要押韵啊！强子，谁是牛羊要押韵？搞得绵羊唱了。绵羊就是要押韵的。很好吃啊，很嫩。吃太多了，散步好青春呢、哦、青春就是我觉得是吃饱了之后不想分开，继续要玩，哪怕在路上走。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我说一二三，然后你们就木头人谁也不允许动，好不好？有没有人理我？一二三，我来看看啊，好像木头人，像岩浆一样的。哇塞，这个是拉伸办法。哇塞哇塞哇塞，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好有动态感。我们现在碰到了洗衣房店，他们在看乒乓混双，一帮人在洗衣房旁边看乒乓球决赛。终于看得很认真，赛点了，赛点了，赛点了。那个皮房电视上面看到了，漂亮的精彩，粉上镜头，哇塞！OK， 说好十一点出发，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因为谁？某郭姓男子啊，超时有超时费的。今天这个车被他出。你是对这个东西多有执念？又买了一个。我刚才早上起来去对面商场又买了一个。接去哪儿？导游？没有定，上车再说吧。不行，这你搞这么有松弛感？他都已经计划好了。好的，现在我们到了拉面店，绵羊老师力荐。我就是找了一圈，发现这家感觉还可以。哇，这个店很 local 啊！你学一下这个的韩语。我觉得这盘应该交给导游。돼지고기탕면여섯그릇。好，学学。돼지고기탕면여섯그릇。好，你来。啊，这个。这个怎么了？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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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苦的，我应该还可以了。吃了一个再吃面，面的味道会三倍刺激。拿冰水，我操，快拿冰水！这打饭机应该像个笑话。不辣呀！不要装，不要搞那种吃辣人士。太装了，当真的。不辣呀！不辣的。吃辣板的都说辣，王彦哲你不要装了好不好？是不辣呀、啊？你直接一口吃下去了，一口闷了。我靠，他的盐。死装还是死装？一点都不辣。再来个面馆吃面，不要死都吃掉。不辣都能吃，太慢了。狂喝水。那师傅，如果环岛开一圈车要多久啊？四小时左右吧。那我们环岛开一圈吧。并不全都是沿海公路。有很多高速。就是你觉得第一次来济州岛，我们得去哪儿？有一些出海的项目，比如说坐游艇出去，水管一对
那个是肖恩阳，这还不错，其实都可以体验。刚刚绵羊在网上面刷到了一个 MBTI 四个字来解释，我觉得非常的准。ENFP 我装饭的桶，INFP 陈振宇墙头的草，王汉哲 ESFP 出头的鸟，棒。郭宇 ENTP 搅屎的棍儿，太准了。绵羊是 INFJ 胃囊的鼓。那我们回家了吧？这一页已经讲完了。番茄 INTJ 远见的鹰，砸了他的一个好。你远有远见，你知道你的这个相机会坏吗？哦，我们先到第一个景点了，羊驼农场。你看到了第一只羊，耶、yeah, ，回家啦！哇，你天来了，你看像自动卖了。这是给羊买食物的地方。哇，这个东西就是给羊吃的，这是喂奶的，这个是。扑面而来的羊屎味儿，大家自己想象。好香，我要去搅了。这是什么羊？锅，羊羊锅，还羊。张秋是沉迷于拍照中。然后拍小羊。这里是什么？大羊。哇，这个狗好有味。戴着墨镜。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哇，这狗帅的一逼啊！绵羊喂羊。绵羊来。啊！偷羊里龙啊！刚拉新鲜的，兄弟们先吃。我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比那天爬水牛背还要热。这个风还是蛮凉快的。风是海风。它冷风，冷风吹我是松鼠。我这个老鹰长得一模一样啊！嘴巴就。拿来吧你。哇，怎么真飙出来了？啊，这才是真山羊，瞳孔是横着的一条啊，邪恶的山羊，撒旦，撒旦，这是撒旦，哦，撒旦，搞番茄这个太搞笑了，他给我们拍照的样子。哇，这边有一个室内的小房子，进去买杯咖啡。手感怎么样？好柔软，毛利绒，像个娃娃一样的。黑眼圈太阳，嗯，这居然是一只羊，我以为这个下面的是一个抱枕呢。哦，这个小时候在冰室里的感觉。哇，真的好好吃。上面是一个大冰球。先别吃，拍照。下。等一下，我再拍照。我是一个吃东西从不拍的，是这样，好想吃啊！什么？芒果冰淇淋。哇，这么多芒果！看了一个小票啊，这个芒果一个就要38000，六杯咖啡加这个芒果72000。队长他现在想吃一个芒果华夫饼，你自己去点，每次都让别人去点，锻炼一下你自己。来，盛饭的桶。简单的。没得了，肇庆。刚小精灵把帽子摘了，你现在转过去。小夫的嘴巴。现在他们在多天里了。快点喝完，我们去弄吃的了。我不想喝了。有个腰一样的胖。哎呀，需要有人照顾。哇，好棒！太苦了，咖啡。Americano 还是 Italiano 都苦啊。Italiano 是哪里 ？Espresso。这个海也太漂亮了吧！哇。你这带不上去的，不可以，哇塞，小这么小你带得进啊，郭宇？一人买一个吧。我已经买了7个橘子口味的饮料，都很难喝了。网友说这一款是最好喝的，我一定要试一下。如果说这个再不好喝，韩国的所有橘子汁就被判死刑。怎么说呢？是我这次买的8个橘子汁里面最好喝的一个，真的这么好喝。买了个什么呀？泡泡姜。童年。青春变成童年了吗？童年。出来。你叫什么菊？金菊。你叫什么菊？蜜菊。我叫局长。他是搅局。搅局。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在玩泡泡机，那边不知道在拍什么。三大河畔，左岸的。Happy。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拍大头贴的地方。你看吗？
是，你好，是，哦，下班了，哦，好好。要选四张。哦哦哦，黑猪，黑猪怎么样？啊，会动的，哎，这会动的。对呀、啊。有些照片啊，怎么到处都有卖这个帽子啊？你看一下橘子周边，凉快，别的不说。它这个都是橘子什么意思啊？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以橘子出名的吗？这卖多少钱？看一下，也是10000。我买这个吧。哎，他们这个好好看。为什么他们买的比我们好看？我们的是导游让我们买的，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只要拍这个地方就知道认出来是你了。OK， 这个帽子帅，很配你的扣刘海。弹幕自己说吧，我懒得说。现在现在需要去吃 BNC 炸鸡儿。我们几个好像那个橘子广告的。哇，好多炸鸡啊！少爷，请进。少爷，怎么样，老爷？要再加点素吗？好、哦，你在这兼职啊？哇，我们的鸡翅到了，观众朋友们先吃啊！哎呀，太近了，别把观众烫到了。这个炸鸡的味道是酱油大蒜味，辣辣的，好吃的。好吃，没有吃过这种味道，很奇特，有这个大蒜飘香，也有酱油的咸香，鸡块的鲜香，好吃一半，好吃吗？这个是什么？你吃。我发现今天像个笑话。大家看看这个韩式炸鸡啊，它就蘸这个甜辣酱，蘸这个酱吃。这好喝。现在我也给他们配，现在我给他们配点拍立得啊。陈真宇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晕车药啊，因为等会我们要去看海豚，要坐船啊。你们船上好好好吃不？好吃是吗？我们那边啊，假了。看今天有没有运气能看到海豚啊？我们这个船上有人有点多啊。我们有旅行团的。哇，终于到海边了！只要是顺着阳光拍，都会非常好看。哦，没想到我们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这个海边来去坐船啊！所以其实旅游吧，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只要有这么一天啊，一个周末就可以来了。特别像济州岛这么近的地方，像你周五晚上下班了之后，你飞过来，周六在这边看海豚了。要去看海豚，海豚里面也有一个叫过鱼的，空空荡的海豚人。哇，这就是我们的船啊，这个海豚船，兄弟们，一艘船上面大概30多个人。지금부터여러분의촬영을하고계시는구명조끼는절대로벗으실일없습니다여러분이가라알아서확보해주는구조를와저船看有点快的兄弟们每个人都吃了晕船药所以没事了陈振宇真的快不行了怎么回事拿钱啊没事啊看一下我们另外一艘船啊就知道有多晃了哇巨晃海上过山车一样的感觉哇哇，这个巨陡啊！第一次坐到有这种体验的船啊，它真的跟海盗船一样，上下上下，一直浪在那打，就这样这样这样的，很爽啊！这个就是那种自由泳镜的感觉，就是如果大船和过山车的船，你知道吗？这个跟冲浪一样的感觉啊！我的头发直接变成海胆头了，朋友们，巨爽无比啊，兄弟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乘风破浪的感觉。绵羊已经不行了。妈妈，我想回家。站得起来吗？快难受死了！陈振宇真的快不行了，你要看一下陈振宇啊。
导游说句话呀，他要吐了。导游好样的，不像上一个导游。我们两个导游两个太不一样了，小精灵是自己难受所有人都开心，他是只有他开心所有人都难受。那个好好玩，那个船更好玩，我的船包吐了。陈志远不行了，但我的摄影成本不能晕。好好玩。左腿伸直，右腿弯着，左手下来搭着凳子。哇哦，同济校草。我在拍氛围感照片啊，很好。哇，这边摄影师啊，两个摄影师，这边后勤组啊，后勤组已经不行了。我现在走到船尾来了，哇，这个后面更美丽啊。太美了，这里必须要买夕阳场，能看到夕阳是最漂亮的。对，太美了。哦，太棒了，好感动啊。马上就能看到海豚了，兄弟们。哪有海豚？导游全程坐在这，他就不行了。点点小星星给他加加油啊！只有小船能看到，我们太远了。好像到了，海豚害怕。你把海豚叫出来。是不是听不到？因为我在听不到超声波。哦。不会海豚音。不会不会。我听不到。哇。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你在跟着上歌吗？哇，你刚刚这个设置太高了。哇塞！我操，在那边。哇！我在那边，看到没？看到没？那边有一只。哇，日落了！哇，我们终于看到日落了！哇，这个日落太完美了吧！大黄，帮我拍一个我嘴巴。来，等一下啊！好像有点像。哇、哦，吃掉了，吃掉了！哇，好浪漫哦！拍了，拍了！自己不许发，必须作为这个视频的素材。你不是出头的鸟，你是出彩的鸟。你是夸人的桶，拍的太美了。我去，你还是搅屎的棍，你的人设没有变。我们到了，给我干哪儿来了？妈，网吧。怎么会有这种旅行方式啊？跟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小，当天买票，第二天就直接出发了。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上了两天网就回来了。哦，我在韩国看哔哩哔哩的影视库里面。我想这里有什么吃的？有汉堡，然后咖啡。有人，快走！有人，汉堡！我来接你。哎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被撞死了！现在由我来选下一期的是谁，让我挑选一个小橘子。哦、吓我一跳！